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埃塞俄比亚馆所捐赠的 Lucy 骨骼化石。 Lucy 骨骼化石它是由于美国的挖掘者唐纳德·约翰逊在山顶所发现的。唐纳德·约翰逊在挖掘的时候发现仅有 40% 的残骸，就是这边褐色世博会博物馆是由上海市政府和国际展览局共同合作建立的“十二五”重大文化项目，是我国首座国际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世博专题的博物馆。